其实这张长号专辑是全台湾音乐史以来第一张长号独奏专辑，不管是爵士、流行、古典，这是第一张发行的专辑。这张唱片应该是真的很好听，因为这张唱片叫做《宋王庆的长号声音》，这里真好。那这里真好，它原来是拉赫曼诺夫苏联作曲家所写的歌曲，然后把它改编给长号，叙述他去度蜜月的时候，然后看到很美丽的风景，有很多感想，然后他就说啊，这里真好。不只是只有这里真好，其实还有很多啊，比如说有跟管风琴的曲子，然后还有跟这最佳创作得到这个最佳编曲，这个是跟弦乐五重奏，对，那当然还有跟钢琴，那这些其实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，希望大家喜欢。